ですね。好，牛仔的。特地一趟过去，他说：“对，你帮我买那包，因为那时候已经住在西镇那边。”我说：“我要再坐公车过去。”他说：“对。”好可爱哦！拿回去。小朋友那种彩球，不是，现在三只吗？你看那个，两个放松一点。非物吸，非物听，非物看，对，那种感觉，对。喝汤豆吧，从那边喝汤豆吧。好好，看看你的，在哪里喝？在这里喝还是在这里？你为什么这个东西其实？就是这个，那到时候已经很多人。是人工的，是你说他要不要缝？缝啊，我也缝。你要不要缝？缝啊！如果给卖一百块，那个人就会罢缝。台湾就卖一百块，台湾就是卖一百块的价，然后大家就会折了半。穿三针的。他只要能合起来就好，旁边的毛都跑出来。